相声是世纪的神，无论我们怎样愚昧，他还是要怜悯我们，他的手臂拯救我们，他还要做成我们，他还要做成我们。只要我们有颗真实要神的心，紧紧跟随不再灰心，迫切寻求他绝不偏待我们，他必把我们缺少的嫁给我们，满足我们。这是全能神的恩待，好吃懒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，这样难免受亏损。全能神是万事万物的主宰，只要我们心时时仰望他，进入灵里面与他相交，我们所要寻求的他都会给我们看见，他的心意必显明给我们。心里是喜乐平安，透亮踏实，能凭着他的话去行，那是关键。既能摸着他的心意，靠他的话活着，这才是真实的经历。认识神的话，神话真理才能进入里面，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没有实际的经历，你怎能进入神话的世界？得不到神话做生命，你的心情也不会有变化。现在圣灵的工作在飞黄腾达，不仅仅跟随接受训练，难能跟上圣灵前进的步伐，赶紧扭转乾坤，否则就要被撒旦践踏，进入硫磺火湖，是自身难拔。现在竭力追求，还不知撇下。